记者廖淑玲云林报道，欧巴桑联盟张云佳唯一参选人，25岁蒋尹轩今天完成登记，参选云林县第三选区县议员，强调是天然独世代，是台湾冬奥证明云林联署站的站长，希望代表小民监督公部门，因为认同欧巴桑联盟而加入参选行列的蒋尹轩说，他支持生活及政治。与全台湾21名女性候选人提出儿童人权、亲子友善、环境正义、性别平权、劳工权益、小民参政六大共同参选政见。原籍高雄的蒋尹轩长期关注文化资产保存，就读云林科技大学文资所，属于云林的青年移民，深感政治不仅让古迹自然，六轻的污染问题也始终没有改善。甚至连台湾证明都受到蓝绿政党与执政当局的打压，对蓝绿都非常失望，才激发内心想要改变的动能而参选。担任台湾证明云林联署站站长期间，蒋尹轩每天都接触到许多热爱台湾、热情又素朴的民众，对政治却感到无力，为代表小民好好监督政府的作为。未婚的他仍以最年轻欧巴桑自居投入选战，盼获得基层支持。